10月18到10月24号，十二生肖运势。属鼠的朋友在这个礼拜头，事业跟财运两方面都很旺，但是要预防过劳的问题。属牛的朋友在这个星期头要特别注意哦，可能不要省一些必要的花费，避免因小而失大。属虎的朋友在这个礼拜会面临各项的挑战，必须要去分析你得失。